大家好，我是莫堪，欢迎来到暂且天道剧情议事，一同关心岛屿大小事。乌常元帅二十四小时欢乐颂，强制到府服务叫警察也没用，不用打电话不收手续费，反正说你有罪就是有罪。元帅便当外送被推单，离骚现场取货不付款，剑法很熟悉，一看就想起来，名字没逻辑，八成叫不出来。无病呻吟，一点厌世，没事一直吵。以伤换掌，身上有洞，痛死都不叫。剑鞘卡住，肯定是有蹊跷。道域最大药商在线发药，秘密基地到最后都变成观光景点。戴恩侯一切平安，只是冲动了一点。丹阳球身体健康，正摕到天书分量要去对付邪神。丹阳侯万学天赋副本单刷，独眼龙模仿太低被压着打。云杖对邪神发动嘲讽，效果十分卓越。丹阳侯肩膀中箭吐血，难以目空一切。风逍遥出手迅速踏步杀，千金少伸手捡骨一把抓。师兄弟校园飙车叫嚣，西楚霸王不排除提高。来福拿着云杖一脸卑鄙，丹阳侯只能气气气气气。开封避雨哭到很伤心，太原黄锦睡到关落阴。拾金不昧接受表扬，捡骨无罪气死丹阳。荒野金刀又被控制，请问丹阳如何处置 ？A 就地正法 ，B 就地正法 ，C 就地正法 ，D 就地正法。这么强，将心比心吧，你的头壳变成这样，我嘛无放弃你啊！天师云杖术法大幅加成，嘴炮威力最少提高五成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，丹阳侯钓鱼悟者送头，逍遥游钓鱼见微知著，你大爷钓鱼耐性全无。西人间愿为公子肝脑涂地，转头直接被一掌打到暴毙。西更桃摊牌不言不知死活，丹阳侯三指诛仙打上花火。那个死光头爆炸啦，尸体都变成碎片啦，你看看他剩下一颗头在哪。名上三天后的补考依旧不及格，逢年过节记得送点礼物给白哥。下对配乐就算乱说话也能保你平安无事，弄错音乐就算不讲话也有可能直接去世。倔强是属于弱者最卑微的反抗，赖床是意志与体质激烈的对抗。丹阳睡满八个小时令人羡慕，如琴摘下面纱露出真实面目。选秀重掌行踪，安排三宗事务，千金少神君之位越来越上手，一剑反驳打枪否定门都没有。天书分量我属于杨和天天书不管，我反对。啊？反对不好。那个楼我只知道苗疆的那一栋楼主，我也只认识蓝色的那一名。韩语乖孙的伪装比布隆克差一点，绿鹰阿妈的易容比彩生客强一点。上一秒才刚说不要那么天真，下一秒就露出马脚暴露身份。万学天府千人进攻，仙武剑宗人去楼空，西楚霸王放会邪术，刀宗双犬有了喜酷。龙行刀步招招惊险，来福旺财你丢我剑，绝杀一刀锐不可挡，幻术骗招屡试不爽。啊，滚！傻大哥，我骗你的。田秀远程地图炮直远地发，四宗弟子快来看神君散发，毫无保留的疯狂之刀，预知详情请看暂且天道。